第三十四题，当跳伞者做等速度下降时，下列何者正确？因为是等速度，速度不会变，所以它的动能没有发生改变。因为是下降，所以高度会减少，所以重力会能会减少。所以第三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当跳伞者做等速度下降时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未能减少，动能不变。